我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说我是激进左翼分子总头目啊？因为，就我直接报答案呀，因为我们这些人是你们的高级状态，我们这些人是你们这帮畜生的的高级状态，并且事实上，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你妈的，就是死硬分子，我们是死硬分子。我们是真的是死硬分子，你们都是临时的、暂时的、临时的，然后就是一次性的，明白吧？一次性。你们所谓的激进分子不是激进的，你们是激进分子，你们是激进分子，不是激进分子。你们这群人状态就是说急着要进去，急着要进去，就是实际上你们是社会化失败，然后呢想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哪怕是反面交代，哪怕是负面交代啊，然后哪怕负面交代就是甚至是可以给家人一个交代，就是你最后冲塔冲塔冲到最后你进去了，瞎逼搞瞎逼搞炸弹人。把自己给炸了，所以你们这些人是激进分子，然后你们归根结底，你们这些人是失败主义者，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想如何真正能够做出改变，做到改变。然后我们这些人呢，其实我们是很难缠的，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我这样是挺难缠的，就是。给把柄，但是不给大把柄。然后我们的激进性意味着我们的激进意味我们极尽急着茫茫急着要进去，绝对不是个选项。因为在现在目前，你进去了，你一定失去所有的政治活动可能性。你只要一进去，goodbye 就 game over，game over，明白吗？我操，这个游戏机宕机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你们这群人顶多叫激进分子啊，不是叫真正的激进是，比如说我们这样，比如说如飞啊，如飞，呵呵，飞了吗？涉嫌飞了吗？涉嫌如飞，然后是就是怎么说呢？然后你们这些激进分子，既然你们急于进去，我不妨我就送你进去，又怎样？本来你们也想进去，把你们干掉就是了，从来我不手软的。我也不会，我可能心里面有点仁慈，但是实际上我不怎么手软的。然后呢，我说我是这个总头目的话，还有就刚刚说的，我们是你们的高级状态，明白吗？我们是你们的高级状态，我们看你们就如同这个冰霜看这个溪流一样，或看水蒸气一样，你们都甚至都不是流水，那我们这已经像。就是我们已经是尖兵了，你知道吗？尖兵啊！我们这些人通通是尖兵，但是我们这个尖兵可以滑不溜秋，尖兵可以，尖兵也会冒水气，但是这个水气，我们作为尖兵，我们是冰，我们不是水，就 be water，那就是傻逼的嘛，那是他妈的傻逼黄丝，逼你妈的 water，逼你妈有 water。然后我们也不是水汽，我们也不是水蒸气，水蒸气是气，是气啊，水蒸气是这个气。我们尖兵，我们是尖兵的话，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可以就是完全失去那个，我们是挺滑不溜秋的，你只要摸到上它就会，我们表层会融化一些。那你们有的就是水，完全就是投机性的。完全就是投机性，或者就是完全就是逃避性的。你们有多少人是社会化失败，然后逃避的要走这条路的？都是他妈畜生、废物、垃圾！
我的抛弃你们这垃圾，就跟我拉屎一样、撒尿一样，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心里面稍微有点点，但是实际上是不会有任何的犹疑的。另外一方面，水蒸气，那水蒸气呢，就这个就往左，我这个明确的，这个叫往左就是水蒸气，那么作为水的呢，就是那些极静的左人，就他妈的都要加引号的啊，都要加引号。往左根本就是娱乐，就是享乐消费、娱乐性质的垃圾，就是畜生垃圾。那么这些极静左呢，它实际上是这个跪拜权力的右，它实际上是一种隐形右、隐性的一个右，它其实就是要证明，用否定的方式、否定性的方式证明这个啊。否定性的方式证明悲剧是对的，证明这个惰性是对的啊，反正就是要让自己失望、绝望啊，就是受虐狂，你妈的，极尽左实际上 S 啊，不是 M 啊，他们是受虐狂啊，受虐狂。然后另外一方面，极尽左对于人民是施虐狂，他就不停的在理论上去向人民施虐，要求人民怎么样的。那我们这些呢？我们这些是尖兵。我们这是厚厚的坚冰，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成是雪啊，我们是雪，是大雪，但是已经是降下来的大雪，我们不再漫天飞舞了，是降下来的大雪。降下来的大雪可以，其实它的温度隔绝，它可以保存热量，这就是一个辩证法，它也保存热量啊。降下来的大雪可以这个盖住那些庄稼。啊，把让那庄稼的散发的那内热给它捂在里面，啊，大雪兆丰年啊，它其实是某种意义上讲，啊，它反而使得这个大雪照下来的，它一直就是一个两三度的温度啊，那么这个植物是不会冻死的，所以我的那个叫做保卫劳动群众兜底性利益，我们实际上是作为大雪。啊，大雪，冬季时候的大雪能够保存这个庄稼，啊，保存这个生命的那个最微弱的那个热量。但是你们是啊，你们水流走的水蒸气，把全废物 goodbye 啊，所以我们是一种高级状态。那么作为这种高级状态，我们的形式是你们就是完全是散逸飘逸的，我们是要扎根的，是坠落的，啊，我们是，也就是说我们是服从重力的。服从重力，然后那个水蒸气不服从重力，就完全是飘的、游的。那么水呢？它水虽然服从重力，但是它并不是局域的服从重力，它是整体上服从重力。整体上服从重力，比如说这个极尽的左人的，啊，这举个例子，那什么许宏松，你那几个微信群不是全解散了？啊，杨和平的那个什么志愿者群，不是都解散了？他作为一个群体，他是整体上、宏观上，他服从重力的，啊，他就被受重力所支配的。所谓的重力就是震，天下之震。你走妖门邪路，你就势必不能够富有广泛影响力的存在。你重力，你比如说挂这幅画的时候，上面弄个钉子，然后呢？给它服从重力，它就往下。唯一这两个合力就是变成是往下的一个力，包括重力本身啊，这上面有张力啊，张力是跟它抵消的嘛。那么这个震呢，就是由于这个重力挂着，所以它一直是可以把它摆正啊。重力其实可以重力，但是这个水呢，它就是整体上服从于重力啊，整体上而且是一种就是一种动态的倾向性啊。就是，而且会这个都弄得不好，这水会变洪水。但是我们是冰，我们是坚冰，或者说我们是这个大雪盖下来的，我们是稳重的、持重的一种存在，明白吗？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参与这个什么，嘿嘿，我们在冬天啊，我们这种存在算什么？啊，我们也会有水汽啊，我们也会有水汽，但是是。我们自己是冰，我们自己是雪，我们是如同冰雪一样的存在。但是呢，周围会有一些水汽，那是其他的一些水蒸气啊。水蒸气呢，就是被我们的这种寒冷
所影响，它变成那个水汽液化了。这些水汽呢，就是有的小的基金啊，比如说那个什么公考某某，还有一些小的基金啊，就是这些水汽被我们液化了，但是它无论如何这些成不了冰雪 ，goodbye 的，它不会把我们这个事业变成一个终身的事业，它不会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坚贞啊，明白吗？就是赌上一生的那种坚贞啊，那种持久啊，然后就是每个月的收入，每月的收入，你不就是说什么哦？你再说什么红贝说他是个好人，他会把他的工资退休金给一部分去给那个是什么穷苦人工，他妈的他还有退休金哎！你在搞笑？他还有退休金这种东西存在哎？不清建制，他还有退休金这种东西存在，你不要幻想红贝还具有某种什么真正激进性什么东西的，他就没跳出他那个退休教职工那个是什么领退休金的那个逻辑，就是小市民，你知道吗？这个纯粹日子小市民，他的那种东西只是一个忽悠小孩子的政论游戏而已，啊，这个排解他，不是他有他所谓道德情操，那他让他去吧，明白？那我们是每月的海量的收入是投入在这个事情上的，明白？就实际就地租啊，你们场地啊，这地租就要两三万了，就我们自己这个小团队，我实事求是，网店收入也3-4万块钱，就是都投在这些事情，每月的，你叫我给你计价，吹嘘自己多牛逼，没什么好计价的。然后那个啊，你更不要说了，还有租这种空间的，付地租的，去承受这个代价的。然后我们付的代价就是我们每月的收入的结余，很大部分都是去支持我们的事业的发展了，啊，我们像霜雪一样，像是冰雪一样，就是像这个像个石头一样啊，无心如石不可专也，啊，如石不可专也。由于我们是冰雪，所以我们不能够变成一种滚烫。那你说他们为什么要保持自己是水啊，甚至保持自己是气啊，水蒸气啊？为什么故意这样？因为这个东西都会变成一个烫的东西嘛，啊，都会变成一个烫的，烫伤人的一个东西。那个这个水呢，可以弄到个90多度啊，这个水蒸气呢，可以100往上，可以什么的几百度。你发现没有，90多度，比如说它80多度、90多度、60-70度，反正烫手了，就相当于摇人去什么外卖联盟啊，激流网，我靠，外卖联盟、外卖盟主嘛去坐牢了，这种东西，烫手烫伤了。那么这个水蒸气100度、几百度，这个东西呢，实事求是讲，就是舆论的伤害，对不对？你懂的，啊，他都反正随便怎么激进，他屁用没有嘛，他就水蒸气啊。啊，但是你靠太近了，靠这个把水蒸气蒸出来，这个水蒸出水蒸气靠太近的那个地方，它还是有危害性的，它还是有危害性的，还是有一定的危害性。那我们呢？我们是冰，基本上是-1度、-2度的，用手去摸不会有事的，还有冰镇效果。你非要说我们能冻伤，你一直摸干嘛？对，你可以摸一会儿，你可以把手拿开，对不对？啊。所以说这种东西，而且实事求是讲，这个东西你如果是外部温度不低的话，我们会一直是一个0度、-1度左右的一个冰啊，一直是维持着，你就可以一直摸着，不会有太大的事情啊。我们有点不近人情，我们稍微就有点不近人情，不代表我们疯狂，但是这些啊，90度的这种水啊，还有这种100度往上的这些冰，他们是有陷入疯狂了，陷入这个社会危害性了。那我们是0度、-1度，这个冰摸久了烫手而已。这些都是隐喻，希望你们有点脑子的人都能听懂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啊，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讲的话，我喜欢用这样的比喻啊，所以我说你们的高级状态啊，我们完全就是阳气的，你们身上所有的劣根性啊。但是实事求是讲，我们很鄙视你们，所以说这个总头目这个东西，就是我其实欺负你们没爹，你知道吗？我就是在欺负你们没有爹，我就是欺负你们没爹，欺负你们没有活的爹。能怎样？有人敢出来认你们爹吗？啊！我就欺负你们没爹，没有活爹。Understand？有人敢就是跳出来认作你爹吗？那就这么简单，我就让你认我做爹，好吧？你能怎样？我就说我是你们的总头子，你们能怎样？你们能他妈的妨害到我半根毛？实事求是讲啊，就是说你们这些水啊，你们这些水蒸气啊，都是很无力的存在，很无力的存在。但是就是只要防范好这个水就行了，因为这个水它有重力的，它就会变成那个洪水，它有可能变洪水，然后变成那个就是变街头运动啊，街头民粹化。防范好这个东西就好了，街头民粹化。然后我们这是冰，你哪怕你让我一直做个冰山，反正你只要离开我就行了，我是不会妄动的啊。就是我们不轻举妄动，我们不轻举妄动啊。然后我们最后成为耸立的冰山，或者说大海茫茫、大雪茫茫，我们是可以维护这个淡水供应的，维护淡水啊，就是。好的水，淡水供应供给，就冰川的那个水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冰川式的那种存在，understand？啊，你不管我，我也不会怎样，我不会动荡起来，我也不会去冲垮谁啊，所以，我们是你们的高级状态，那么我是这个主导去把你们这些废物激进分子。废物极进分子啊！你们只是极进，急着想要进去，不代表你们他妈的是激进，你知道吗？啊，当然这个激进还是三点水，这个就不对，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你们根本不严厉，你们他妈了个逼的一点都不严厉，比激进分子更重要的就是严厉，都不是严肃了，严肃并且厉害，你知道吗？严肃并且很厉害，这个厉害就是。力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去评判事物的根本厉害，然后你们一点也不严肃，也对自己也不严格，啊，也不严密，明白吗？懂了吗？你们就是你们只是激进分子，你们不是严厉分子，我们是严厉分子，我们这些人是严厉分子，我们这些很严厉的，我们是严厉做的。我们是严厉左翼，啊，我们是严厉的左翼，我们是 strict，严厉是 stubborn 或者那个意思上的，Don't be strict so strict so strict，不要对我 so bad so rude so tough，我们是 tough，啊，严厉左翼，所以我一天到晚抽你们鞭子，啊，所以我是你们的头目。但是在这个上讲，我把你们看成是不成器的废物啊，不成器的，你这不是玉不琢不成器，是水不动不成冰。你们现在状态是水不动不成冰啊，明白吗？不成坚冰，屁用都没有。然后这个动就是啊，你们就会骂我反动。一天到晚骂我反动，所以我们这些人是自居为是严厉左翼，我们是严厉左翼分子，我们并不激进，甚至可以说严厉，我们就是，并且是自己把自己冻起来，可以用来保存食物啊，保存食物，可以用来保存实力的，可以用来。可以保存自身，啊，
你们就做不到眼里吧，你们这就一天到晚儿戏一样的，永远在儿戏。这个就是，那我就他妈的把你们，就是求奖，你怎样？你能怎样？我不是说，我说认你们做头目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说我要领导你们，或者说我要引导你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他妈纯粹就欺负你们，根本没头目，怎样？你敢有头目跳出来，跳一个我宰一个，信不信？我就欺负你们，释放逼根本没有像样的头目。然后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有头目呢？所以说你们能跳出来我宰不动的头目，其实就是我，就是我们自己。我不会宰我自己，懂吧？我是这你们这群人，就是你但凡你跳一个头目就会被我干掉一个，因为你他妈的是极进分子。你跳一个头目出来，好，你极进啊，他们是要进去嘛？我操，极进分子，对不对？什么时候你们真正意义上讲，你意识到你这个极进的策略是吃屎策略的时候，那你跳出来的所有人都会，实际上都会成为我们的部分，明白吗？你真正意义上，你们那里面能够有能力的，能做事的，有或者说真的有脑子，好好去想想正常人，明白吗？正常人，你先不要说你代表普遍的普罗大众，你他妈你先代表，你不要说你代表谁，你先说你已经是个正常人的那种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干不了头部，那肯定就是会是我的小弟。这个话已经在很多地方都证明了它的绝对的真实性，否则要么就是你是依然是水，要么你是水蒸气了，你知道吗？比如说那个论文大师那群里面的人全他妈是水蒸气，屁用都没有的，不好意思啊，你放不出任何热量，你也是什么没有，你顶多稍微凝结成一个小水珠，很小很小的小水珠，然后一下又气化掉了，这个热量吞吐是非常有限的，热量吞吐是极为有限的，非常弱小的一种存在，就根本就不入眼啊。 Goodbye， 一边去，我是不是只能说一边去啊，一多远去多远。那么这些水呢，我们只要防止它变成洪水就行了。那么这工作我是做的比较好的，那么做的比较好的方式就让他们结冰啊，让他们结冰结起来。你实在对我们这些冰不放心的话，我们这些冰就可以埋了呀，你知道吗？埋到地里面去，那我就去滋润土壤变地下水。哎，不，这个比喻不太恰当，怎么反正你把我当成砖头用，这都没问题，我们就去做做经济工作，就是过过正常人日子。但是我们自己作为一块冰，我们自己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追求，国际主义的一个未来的理想，这都没问题，好吧？行吧，那就讲到这边啊，讲到这里，就是我们是冰，我们是雪，大雪皑皑的一大片的，然后我们是做实事的，然后我们做的实事是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知道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有的那些水呢，就想一下子成为大洪水，那你那些小溪流想要汇聚的时候，就直接会被我冻起来，我直接会把你冻住，你别想 goodbye 啊，是不是？不都那几个什么狗屁群都那么解散了吧？蛇皮，像我们这兵呢，我们连这群见都不见呢，就我们一律规定就是不准吹水，你妈吹你妈的水，我靠，不准吹水，不准他妈在网上开你妈什么。QQ 会腾讯会就不允许你们还他妈吹水开这种逼会的人，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比你们狂野的多啊？我们不需要用他妈通讯工具，你们都是什么货色， low 逼的一批啊！实事求讲，因为我们本来就合租在一块嘛，三五个人怎么去找工作，怎么去把日子过好啊？被窝里面聊一聊就行了，你们他妈的还要打电话开会议，什么东西？你们是什么存在啊？好吧，那讲到这边啊，我们是冰，我们是冰啊，我们是冰。然后我们实事求讲，我们是很死硬的，非常死硬的，极死硬的。
要把这个冰化掉，那就整个开春了，回暖了才行。春天来了，我这个冰才会化的。只要它是秋冬天，就是不好意思，只要它是冬天，我这个冰可能一直是冰。但是我也不会说冬天不，冬天虽然冷，但是好歹是干燥，人不会特别难受，所以我们不会变成水蒸气，也不会变成那些水湿度再去烦人，去恶心人，不去埋汰人。你们这水啊，水蒸气就他妈埋汰人的，在冬天嘛，就是让人难受。那我们这冰呢，在冬天的时候还能就做成冰箱啊，还能够做成垒成冰桥啊、冰长城啊、冰雕啊，什么这东西的，我还有用啊，就是具有那个固态这个形态。就爱斯基摩人的极寒之地还可以，就极端情况下还把我们当成屋子，明白吗？所以。冰才是更像钢铁的东西，所以再说一句的话，就是说我们是钢铁，钢铁不是热的东西，钢铁是会吸走热量的东西，我们是钢铁啊，我们是很严厉的存在。我平时跟你们好说好话的，开这个玩笑那个玩笑的，那我其实不是的，那实际上我这个人是非常严酷的人，好吧？那讲到这边啊，那讲到这里啊，你们就绝大部分人是看不到我实际上的样子的啊，讲到这里啊。